提起《甄嬛传》，那就不得不说华妃了。没想到华妃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个暴脾气的。陈建斌在拍摄现场怒对蒋欣：“你怎么一上妆这么老啊？这哪能衬得起华妃这个角色？”而据说在当时现场试戏华妃这个角色的不止蒋欣一个人，导演让蒋欣试的角色是曹贵人，但是华妃试完之后，导演郑晓龙就让蒋欣先回去等通知，可蒋欣却开口问道：“我想试试华妃。”郑晓龙却一口回绝：“你不合适，不用瞎耽误功夫，回去等通知吧。”蒋欣牛脾气上来了，开口就问道：“我都没试过呢，你咋就知道我不合适了？”郑晓龙说：“华妃这个角色需要能够演出跋扈高傲的那种劲，你不行。”当蒋欣是华妃这个角色的时候，因为郑晓龙本就不对蒋欣抱有期望，所以蒋欣试戏的时候导演也心不在焉。可当蒋欣一开口，现场的所有人都被他的爆发力惊呆了，郑晓龙也直接就敲定蒋欣扮演华妃。而当正式开拍的时候，陈建斌调侃蒋欣：“你这扮上华妃咋这么显老？”蒋欣也毫不客气：“这不是为了配您。”话一出口，把陈建斌噎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大家喜欢这样的蒋欣吗？欢迎评论。